同埋钱币。早晨，喂，喂，系啊，哇，今日冻到黐筋啊，真系。系咩？系我就着到成个滑雪咁样嘅 look 咯。好冻咩？我对鞋系有呢啲毛毛嘅。好冻咩？即系好冻啊！我屋企楼下嗰度直情冻到系我要笠住顶帽先可以行咗啊。小事啦。系嘛，小事系嘛，你因为你惯咗空虚寂寞同埋冻，所以冻对于你嚟讲，因为我系西伯利亚人，同埋催眠紧自己，有一种冷叫寂寞嘅冷啊。收皮啦。真系冻到黐筋，所以大家都保重啊！但系翻到嚟中环呢度又好热喎，系啊，系，所以个温差大一啲事都冇。系啊，好，我哋即刻开翻琴晚咦个新闻咧，自己睇咩咧？我哋我睇我自己个电话啦，系咯，系啊，我喺呢度讲啊，可能因为。因為我哋有同事今日要頂替，所以可能未今日係阿威，所以係啊，佢我哋多多包涵，係啦，係係咁啊，講翻睇翻嗰個我自己嗰啲準備喺我個電話度啦，係啦，咁啊講下美股收市嗰邊啦，咁啊之前就夾得好勁啦，即係連續幾日咁樣啦，即係道指啊、納指啊、即係標指嗰啲都好開心啦，咁但係咧就有啲言論，雖然就算係早兩日有啲聯儲局官員咧就講到話，即係唔好諗到話會減好多次息啊咁樣嗰啲啦，即係比較係鷹少少，咁但係咧就都冇乜影響，咁但係尋日咧就開始炸翻落去啦，係啦，咁咧就見到道指咧就跌咗1.3% 啦。標指跌70點到啦，咁然後咧就見到納指就跌225點咁嘅情況嘅，係啦，咁就都講到個標指嗰度其實都係叫大跌㗎啦，咁啊都創下咗9月26日以嚟最大嘅跌幅啊，係啦，咁啊所以因為道指納指都一齊咧就喺呢個九連升嗰度止咗步之後咧，咁啊令到嗰個恐慌指數 VIX 咧都即刻上升咗嘅。係啦，咁另外咧就講埋嗰個美嘅債息就跌穿咗3.9厘啦，咁然後咧呢一個嘅美匯指數咧，咁啊又再升翻啦，又再上翻啦，咁啊去到大概102呢啲咁樣嘅水平嘅，金價就冇乜特別上落，咁而油價方面咧，佢就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紅海嗰度就有啲情況出現咗啦，係啦，咁所以就有啲風險，咁但係就算個美國原油個庫存話增加咧，都救唔到啊，咁所以個油價都比較係高嘅。都是繼續在這個上漲的位置，見到紐約期油就上漲了 0.4% 啦，74美元啦，布蘭特期油呢上漲 0.6% 啦，79.7美元咁樣嘅情況嘅。咁另外都有啲聯儲局官員亦都有繼續喺度出嚟噏嘢嘅，係因為呢一單嘢啫嘛。係啊，阿哈克又有講嗰啲減息嗰啲嘢，就話應該要減，但又唔係即刻減咁嗰啲啦，即係又唔知噏乜嗰啲咧，即係佢哋嗰啲成日都有啲模棱兩可嘅間者啦。我哋要減，不過唔係即刻。係咯，但係又跟住上兩日又話減，但又唔好減咁多咁嗰啲，即係要戴翻啲頭盔，有啲保留咁啦。因為驚咧，而家一減得早、減得多咧，就會覺得經濟衰退啦，大家會驚呢一樣嘢啦，咁啊。去不到那個預期效果，佢諗住個經濟軟著陸㗎嘛，咁如果大家都知道經濟衰退嘅，咁啊大跌啦，咁大跌咁點咧？咁佢咪做唔到呢一樣嘢咯？唯有係一路慢慢調控緊個市，睇下有冇機會。如果六七月先減第一下咧，咁可能就會好啲，因為呢個就係大行預期嘅。咁而家呢件事係咪乘機調整呢？如果你睇翻咧美股咧，係咪進入一個大嘅回調浪啊？其實你就算睇翻道指、納指，佢升咗咁多日回一棍，你喺個走勢上完全都未話哦，我而家就已經轉曬勢啦，要大跌啦，點樣唔係咯？咁所以而家開始去追沽咧，你會等佢會唔會試多次頂啊？或者就係有個後抽反彈唔到上一個頂啊？咁我先至去諗嘅啫，係咪？咁所以你話有啲
個股咧就繼續 keep 住先，做乜鬼嘢啊？你話大隻過你，我見冷衫好大，我都覺得自己好似米芝蓮咁今日，勁橫咯。係啊，喂，咁但係你講會唔可以搏下反彈啊？即係嗰啲藍子啊、道指嗰啲，跌都要小心啲啊。變成咗咧，你炒一啲同指數冇乜關係嗰啲咧，好似仲快受跌呢一轉。你嗰啲正股咧冇得點喐噶啦，七紅啊或者大型嗰啲道指成分股啊，暫時唔喐住噶啦。係睇下有冇啲特別嘅個股俾你買到嘅，咁你咪繼續買咯。咁你今日呢個官員咁講啫，第日嗰個官員講第二樣嘢，咁樣係咪又彈翻曬上去咧？呢一樣嘢冇，暫時未可以單邊做淡。嗯。同埋就係、是，哦好啦，而家 Nvidia 480蚊，你敢唔敢而家走去買啊？你而家買去博幾多錢咧？五嚿水回落嚟跌幾次喎？幾次都係五嚿水回喎。咁你所以唔會特別地話而家就走去買呢啲咁本身已經咁高。咁高位嘅股票係啊，咁強啊！咁啊，等佢會唔會再回多啲先咯？嗱，佢回真係有得諗噶，但係問題係佢都比較硬淨啊。係。即係就算個市冧，佢都唔係話真係冧好多咯，都仲係喺呢啲400多蚊呢啲位。Bitcoin 股頂得住，但係琴晚大家有冇睇過 Bitcoin 44,000？44,000咯喎，雖然有回翻，但係而家都43,400喎。同埋一路強勢就係呢一種咯，咁繼續去有貨就 keep 啦，因為40,000指賺都唔中，403、404佢就彈翻上嚟，咁所以 Bitcoin 暫時都穩陣嘅，暫時啦，咁唔知幾時話哦，如果繼續加息嗰個調控係耐少少嘅，未而家即未係三月會減噶啦，或者就遲啲先減啦咁樣，咁個 Bitcoin 會唔會跟住都會炸一炸咧？咁你 set 住止賺位就 OK 啦，你穿44,000去搏咧都係搏短嘅啫。OK， 係咩？琴日 Ken 哥啲 tips 中曬，咁勁喎！我都唔記得咗啦，佢講嗰啲馬嗰啲名。點解啊？冇唔識啊，唔鬼記得佢講完，我都冇特別去記。係咁啊，繼續講埋啦。講港股咯，仲有啲係咯，講下港股啦。港股啊，都係摸住呢啲咁嘅位啦。尋日就係升百零點咁樣去收市啦，係啦。以為我哋咁，我哋咧就可以問埋啊，接通咗 Fiona 啦。看看他怎樣看看，或者是聽埋資金流方面的東西。早晨 Fiona。 早晨 Fiona。 Hello， 不好意思，我不是 Fiona。 張相不要緊，因為我們有同今天是不是不要緊，換一個頭像。早晨 Hello， 早晨 Elvin。 是啊，靜了，我還不知道怎樣拍。為什麼因為是不是凍得滯呢？把聲變成男人來的，是不是凍得滯，凍到變了聲呢？不要緊，我哋都我哋都係一樣照講嘅，係啦。咁梗係照佢啦。梗係照佢啦，係啦。首先咧要講下啦，嗱，琴晚美股咧就收市後，喺個夜期收市後炸嘅，所以咧嗰個夜期咧收16507啊嘛，跟住開翻出嚟，而家開一開9:15咧係16.43幾嘅，係啦，因為個 ADR 咧 mark 到勁低嘅，16.284好似16.22幾咁樣嘅。咁今日咧，我諗大家都係諗住同一個方向㗎啦，都係爆炸㗎啦。咁啊，只不過睇下有冇機會日內彈高少少，16.5附近，我可以開到啲淡倉。咁啊首先咧即刻要抄低一對指數牛熊先啦。睇下啲即係牛熊分布先。好啊，牛熊分布都係，咦唔係喎？其實尋日咧咁個市叫做即係有回升翻少少嘅情況下咧，其實你見牛證街報都係多啲嘅喎，即係未至於話大家一見到升咧就即刻就衝曬入去做淡倉喎。尋日都其實睇翻係牛證街報多少少喎，1.6:1喎。如果你講近價嗰個牛熊證嘅話，咁而家今日可能開16,450幾左右啊，咁如果呢個位置做淡倉，等我睇下，揾下啲淡倉紅證選擇先嚇。咁我諗可能揀大位16,800點啦，一隻我哋今日新上市嘅。好啊。number 就63790啊，呢只63790就恆指紅嚟嘅，16,800點。咁啊收回價，咁啊大概係呢個350點左緊啦，收回距離，咁啊應該大概做到50倍到啦，40幾50倍到嘅共幹嘅。咁啊紅證就63790。牛證方面咧就可能揀翻，我諗如果大家都係日中部署咧，你可能可以揀到去10,000睇下先啊。咦，哇，好似好近咁喎呢啲，16,000
二附近啦，我諗16,100至16,200啦，可能我揀就係16,100點啦，呢一隻啦，63115啦，如果睇好嘅話，6311516,100點收回價，供幹咧可以做到大概係35倍左右嘅。嗯，係，咁、一對大家啦，唔該曬 Elvin。牛仔貼啲就穩陣嘅。因為你都係知道佢個勢係跌㗎啦，咁我買近啲嘅止蝕，我搏唔到反彈就要即刻俾翻佢㗎啦。其實咁啊，即刻有朋友就問3690搏咩動物？冇動物搏㗎啦，你搏都係搏咩動物？都係淡㗎啦，都係淡㗎啦。其實就仲係咪全場最貼啊？即係好似係63397啊，仲係咪全場最貼啊？是啊，那日又講完隻全場最貼紅呢，就跟住不過又可能我哋當時又講呢，嗰時已經跌咗成7%左右呢，咁又未見到好多人追喎。咁今日我哋都仲係全場最貼喎，呢隻63397。咁睇下先啦，如果美團而家佢可能話低開成3%至4%左右嘅話，咁我諗到時候啲put輪可能個杠杆只會更加低。咁、到時候呢隻紅證應該大概8倍杠杆左右啦，63397。咁今日如果大家你即使可能即係等佢有一啲叫做高少少嘅位置去開淡倉嘅話咧，都係揀呢一隻就最高杠杆噶啦，63397都係全場最高杠杆噶啦。係啊，如果 ATM 大家做淡都係睇緊美團噶啦，見到啲筆水又係咁走，同埋都比較差啊呢排。同埋美團真係，琴日明顯就俾個機會你彈噶啦。都是出陰足的，咁你想點啊？同埋咧，我見到咧，原來咧，尋日彈都彈唔起啦，即係 ATM 嘅一齊彈，但係升到可能10點11點都見到美團都已經即刻就轉咗燈。同埋咧，我見到咧，原來上一檔咧90元收回嘅即係61975咧，已經係100% 街貨，大家都好一致啊！喺呢個美團紅嘅方面。咁所以就玩，如果係玩咧就85元呢只，85元咧全場最貼咧都成9% 嘅收回距離嘅，其實都啱玩噶啦。咁啊，3115，咁我都係啦，呢個63397啦，頭先講咗係啊。但我都想問下 Elvin 啊，即係如果 ATM 嚟講700，又話啲朋友仔個資金流係點樣去部署咧？因為見即係啲筆水都有走佢嘅，同埋有啲朋友仔都擔心佢可能係下一個美團。係啊，都想睇下會唔會啲朋友仔係博牛定係博熊仔多咧？係啊，其實呢樣嘢都即係講咗一段時間咧，但係又未見佢真係跌落嚟喎，都依然好硬淨喎。咁其實即係硬淨嘅意思就真係唔好喐啦近排。咁所以700個資金流咧又未至於好多。咁啊，美團就當然好多啦。咁然後巴巴尋日都有得夾啦。咁反而就700近排真係靜啲喎。嗱，如果咧大家都係即係正常去做翻一個可能日中部署咧，睇好700咧。我就揀翻只19939啦，上嚟啦，呢一只408元嘅行使價嘅，咁啊出年5月到期都係啲正常唔會太短嗰種 column， 咁啊呢只就暫時整咗5,000嘅一個現價，供幹去到9倍嘅呢一只19939。嗯，係，咁啊見到個期指其實咧就夾翻100上嚟嘅。喺而家9:20 mark 咗個價啦，咁所以咧，點解要講呢件事呢？你一陣間9:30一出到嚟咧，就唔好即刻就話啊，我而家即刻就去追 put， 你睇下有冇機會個期指位彈到高少少，咁你先至去做淡倉咧。咁可能咧就仲有個水位俾你玩添，因為如果今日係要跌噶嘛，你見到啱啱見到啦，嗱上證穿咗2900啦。跟住之後，日本跌啦，印度跌啦，因為我今朝一立嘅全部都跌嘅，係啊，基本上都係咁，所以見到港股打一彈，咁我就再睇定多少少先，就係咁樣嘅啫。咁啊有朋友想問埋啫，哦係啊，琴日只63397即刻衝入啦，已經咁啊，恭喜你啦，已經即刻贏緊錢啦 ，happy 啊！咁啊另外就有朋友問埋啲車股嘅淡倉啊，琴日咧只 Tesla 都倒跌嘅，係啦。車股淡倉，好啊，咁啊，睇下先啊。如果你話係比亞迪嘅紅證同埋 put 輪嘅話咧，就如果紅證嗱睇下先 put 輪啦 ，put 輪就大概7至8倍供幹啦。咁我哋有隻16474嘅，咁呢個可以參考一下啦。比亞迪嘅 put 咁就出年3月到期比較短身啲，供幹高啲，去到7幾至8倍供幹就係只16474。咁如果係紅證呢，看看我們有沒有近價一點的先，紅證就63257，
呢一隻比亚迪红啊，呢只杠杆再高啲，215蚊收回价嘅，咁啊出年12月先至到期啊，唔使担心太快到期啊。咁如果你即时部署，咁可能都系只红证啦，咁啊杠杆会再高啲咯，成12倍。係講到 Tesla， 佢有啲消息就係話，即係唔會向員工提供呢個年度股票嘅一啲嘅獎勵，咁但係都會繼續加人工。咁但係另外咧，講比亞迪同埋 Tesla 之間咧，都有啲市場調查機構啊 ，Counterpoint Research 都有出到嚟話咧，比亞迪嗰個嘅第三季咧都可以追平呢個 Tesla， 即係講佢嗰個市場份額啊，係啦，即係嗰啲消息就唔係話叫好差，咁但係啲車咧就都係麻麻地。其實見到咧。除了只1211咧，一路都係講只9868嘅。嗯，只9868咧有條下降軌黐住落嘅，佢係比未來更差嘅。咁佢自從阿里減持完之後咧，又係幾唔得嘅。哇！呢只未來跌咁多。未來之前升得好勁，因為佢有嗰個有人注資。阿布扎比銀行注資係係啦。但係而家只有28%即係車股呢一段好似唔係好穩陣嘅。如果要待住咧，或者想揾 put 咧，唔好揾 put 啦，係得熊仔揾嘅啫。因為佢哋嗰啲窩係極貴嘅，嗯，都係呢只噶啦，62828啦。好，記得 number 啦，係嘛 ，Alvin？ 哦，小鵬佢話呢只個 number 二幾啊？係啊，係啊，同埋小鵬 put 我諗小鵬紅嚟講係咯，我諗呢只咧又唔好揀到咁近啦，呢只都係一個啱噶啦。因為呢只已經係全場最貼紅仔嚟噶啦。如果想 put 車股，係咩？等下先，應該係啊。9868，咦？今日哦，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因為未上市。嗯，係啊。頭先我哋講完700嘅好倉，未講淡倉啊。有朋友仔話都想啊，係啊，係啊，唔好意思，我見觀眾都係問7700嘅紅證啊。係啊。700紅證可以睇只60430啦，啱啱揀一隻330蚊啦，收回價。咁啊，呢只咧就做即市啦，因為而家睇供幹就可以去到成18倍嘅，咁啊做即市部署為主咧，現價3000，咁就進取啲，咁啊可以揀呢一隻嘅。進取啲都好嘅，因為佢唔係喐得好勁啊嘛。係。係咯，可以嘗試一下啦。如果有朋友仔想問，同埋係坐住喺度等佢。等佢一家團聚啊嘛，其他兩隻都炸咗咯。好恐怖啊！呢啲喺個地獄度等緊佢落嚟嗰啲咁，嚟啦，落嚟啦，爭你一隻腳啫嗰啲咁。咁除咗爭700一隻腳咧，仲有大家都係諗緊一啲咧重磅嘅成分股咧，都想去 put 去嘅，包括只5號仔，只5號仔都算強啊。咁但係今日都跌緊1.1% 啦，係 mark 咗出嚟噶啦。咁啊，想待定啲淡倉，其實而家5號仔咧應該玩 put 好啊，定係玩紅仔好咧？嗱，匯豐咧都係啲例外嚟嘅，因為都夠嘅供幹嘅話，咁就個 put 輪方面，睇先呢只put 輪啦，我揀只 put 啦，21847匯豐 put， 咁就出年3月到期53.95行使價，咁啊供幹咧去到成13倍，咁啊係咯，我覺得就可以揀呢只個供幹應該都足夠噶啦。嗯，係啦，咁啊匯豐揀 put 咧，而家呢只。91日到期咧，咁啊自己睇翻個時間，可能揸最長一個禮拜左右啦，因為個時間值損耗都會開始越嚟越急噶啦，要留意翻呢一樣嘢啦。咁啊，啲擔心佢唔喐啫，因為見佢成日望住60蚊呢啲位。係啊，咁啊博可能跌急少少。聖誕中 put 匯豐，我而家係玩係嘛？係咯，好似有啲危險係嘛？即係而家大家都喺度諗緊嗰啲國際金融股啊，係咪差唔多嘅咧？已經勁到差不多了，是吧？因為你看到外國那些美資那些銀行股啊，各樣東西其實都升得很急的了，是不是這個時間大家都要調整呢？那五毛仔不跌已經當升了，會不會是這樣想呢？那所以就待定一些淡倉啦。啊，最後問一下1299的淡倉。1299淡倉，好啊。1299我看看我們的紅證的咩情況先啊？我哋紅證就有啲都話都幾貼價喎，等我揀翻啲可能睇下先，睇下有啲咩收回價嘅參考啦。咁如果睇翻個圖，可能之前高位講緊係74附近，74附近做收回價參考咯。咁我揀只61519咯，就係有隻74蚊收回嘅，咁啊有成10%。收回距離啦，咁啊61519共幹去到10倍嘅，咁啊講緊6000嘅一個現價，咁呢只就嘅啱價啲啦。嗯，係，咁啊12995號都想 put 埋啊，大家睇嚟都係非常之咁淡。好似問嘅嘢都係淡倉多，
在這個情況你升不跟跌跟足有什麼好講的在港股是的所以近排有什麼股票 是升得很不錯的 我唯一想到可能是得一隻金沙哦是、啊、是最後講一隻金沙不如金沙呢我們當然都是有產品那就2058即係如果你話叫做可能再憧憬話長假期啊，咁跟住都會即係利好到收嘅話咧，咁就睇呢只2058咯。出年6月到期啦，一啲適中唔會太短嘅選擇嚟嘅。咁啊，槓桿去到6倍嘅。係好啊，咁啊金沙就睇下企唔企到22.5啦，先至做翻啲好倉啦。因為琴日有好消息升咗上嚟嘅。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 Elvin， 都要問翻 Elvin 有冇持有上述嘅股份。都冇持有嘅，聖誕快樂啊！係啊，聖誕快樂啊！咁啊，下次再傾 ，thank you， 拜拜。好 ，thank you， 拜拜。